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岑丽香。今天呢我就变成一个 professional 的化妆师。平时出街呢我自己就可能只是会 spend 五分钟到，因为我只是想要靓的地方靓。首先翘起个头发，跟住拎起个粉扑，我就会化一个 T 位，做埋个 cheekbone 嗰个位。我平时咧中意啲粉粉地、橙橙地、有少少闪色嘅眼影啦。Ready， 电啊电，扫下啲 cheeks， 嘴呢个咧就系 MAC 最新嘅 color 嚟嘅，佢亦都系我个 recent favorite。Powdery 得嚟咧都系好滑同埋好润。而家咧我哋有一个简单嘅妆同埋一个 pop of color 喺个 lips 度。咁就 ready 去出街啦，咁我行噶啦。